这什么？比星河大战。比星河大战。哪有这样玩的？啊，我原本想是玩。那比星河会断光光？不会。这样子哦。哇！影子纹身复活。你的也爆了。纹身复活。所以你就。咻咻咻咻咻。所以有这样子就不知道是哪一只是真的。你有没有回答？战车骑行。战车是死过了，这一只死过了。剩下是这两只是其中一只是真的。那你弹过来。哪有这样子？喂，你死了。对，战车是真的。你能不能生复活？那你再加一次。一样的吗？因为一样让我不知道，因为一样的就搞混了。那一对一要不要？一对一选一只来打。选一只，我要那个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这边其中一只。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一对一，这是最强。一对一。哎，你这可以拿那个，拿那个什么测那个武汉肺炎那个来玩啊。不要。张西西，好，我先开始了。你扯过笔，十下一句。好，那这里是影子纹身。强可能会前，因为高手玩长的都会赢的。但是我会选三只的原因就是，一样的话，因为三只一样的话，会他可以直接到背后再重选一只王。彩衣，你不，我先哦。好，手不能动。哪有人在玩比心的？啊、好，拜拜。嘿嘿嘿。走。炸！炸！哎，还没。不能转，不能转，就只能这样子。不能转。我没有转。炸！啊，死。然后战斗终结。